9999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商机。现在呢，要抢民国100年的婚宴，所以台北市政府呢，这个台北高雄市呢，有这个饭店推出了1折的优惠票。那么一桌呢，原定是10999元的喜宴菜色，下杀到了999元。不过呢，要抢这个好康也没有这么容易，因为新人呢，得要事先预定婚宴，然后呢，再抽出一组的幸运儿，由这个饭店呢赞助25桌999元喜宴的菜色，一口气来帮新人省下22万多元，那么果然是吸引了很多准新人来报名。花瓶女模刘勋爱一身梦幻白纱替饭店走秀，原来为了抢民国100年的婚宴商机，饭店下杀1折，每桌婚宴只要999元，吸引不少准新人。超便宜啊！对对对，外面价钱应该都是9000块以上，如果是饭店的话，一桌999，就一桌10个人来说，真的非常划算，一个人才不到100块。价钱漂亮，菜色也不能输。看看这一桌喜宴料理，包括龙虾、鲑鱼拼盘、菌菇炖鸡汤、清蒸鲍鱼、樱花虾米糕、白果乌参等10样豪华婚宴料理，原价10999元，特价一桌只要999。台北像这样的菜色呢，大概起跳都要2万多块钱。那我们优惠只要多少？我们优惠只要999块一桌。这些新人多少钱的优惠？等于我们送他大概22万。我们就在等这个。打灯都找不到吧？对对，非常非常，挣很多钱可以去蜜月，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。一口气帮新人省下22万，但优惠不是人人都有，准新人得先报名，再抽出一组幸运儿。民国100年卷起结婚热潮，大高雄各大饭店抢商机，像5星的经典酒店汉来饭店，每桌至少13000元起跳，这家饭店下杀999元，超低价战术让准新人不心动也难。中天九零郑燕高孟柔高雄报道。